这个 Elite 85T， 那这个耳机出厂的，那这个耳机出厂的，调音，那这个耳机出厂的调音，它就已经第一，这个，那这个耳机出厂的时候，它的调音就已经把低音加的非常非常多，就是一个低音爆棚的概念。所以你如果很喜欢低音很强的，那这个耳机就非常适合你。那我自己是喜欢听比较平坦的 EQ， 所以我就会在我们的 App 里面直接拉一个曲线。那这个曲线我已经拉了大概15次吧，十几次我才把这个曲线拉出来。那我觉得它的曲线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 App 呢，它这个曲线是完全没有数值的，所以你只能一个用眼睛看，然后用耳朵听，然后用眼睛这样子慢慢的拉，所以你每一次拉的效果肯定是不太一样，几乎没有办法重复啊。所以我给你看这个形状，你也很难拉到一样的数值，但是就给你参考参考。如果你想要一个平坦的声音的话，如果你想要一个平坦的 EQ 的话，大概长得像这样子。